彩妮姐姐在哪里？彩妮姐姐在这里，好不好？好，来，我们请美丽的 Amber 两个可爱的小朋友推出了，当然在我们 JG 啊，我们御史家相当受欢迎的系列叫 Baby J。那当然，我们这个镯子呢，它有一个好运镯的一个昵称。那当然，我们要祝Amber 来。它意味着我们要恭喜彩妮，当然新婚喜悦之外，也要祝福，就是你能够成为最漂亮的好运妈咪。刚收到那个 Baby J 的玉镯啊，有没有就是心里想，早点做怀孕的准备呢？哇，我觉得结婚之后，真的每个人看到你都会问你说什么时候要生宝宝。我跟我先生是有这个打算，但是我们又不想有压力，所以我们就在顺其自然当中。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最重要还是要把身体调好，所以我一直都有就是说现在自己煮饭啊，然后还有就是会用自然疗法中医来调身体。很多人都会有去做一些就是可能一些叫什么就是别的那种方法，但是我自己想过是我觉得我想顺其自然。我比较相信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就是有小孩，有些人可能生活里面就是只有夫妻两个，我不知道老天爷的安排是怎么样，但是我跟我先生谈好就是我们就好好我们俩结婚也因为不是因为为了生小孩，那就好倒不如好好过我们两个的日子。如果老天爷要送我一个礼物的，那我们一定会很开心。独家爆料给苹果，精彩用就拨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你爆料我捐款。